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我不喜欢你这样一本正经的跟我说话，我不舒服，跪下。你胡说，我根本不需要与他比较，我岂能容忍别的女人在他身边？切，我不信，我不信我比不过这种人。怎么不像？他才会发现，对他最好的人就只有我。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值得我去爱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沈郎啊沈郎，杀人犯我可不喜欢，我得给你这个无情无义的负心汉判个死。以后阿乔的身边就只有你，你的身边也只能有我。既然他非要闯荒约英雄救你，那以后这玉清宫就归还我们腾蛇一族吧。真难看，想在你脸上划两刀都找不着地方。如果是你，你会不会疯？我就喜欢看着你对着我隐忍难言的样子，我的驸马。那些人在我眼里不过鱼龙牛马混杂之辈，全都加起来也抵不过一个尊少。我不能移山拔海之力，却还是不敌。那钱子交给我，安再给你准备好了，免得我亲自教你什么叫父子。可是他的心不在我这儿啊。